啊，过来宾，先生女士们，大家下午好。非常荣幸啊，天不作美，请来了我们四季的朋友，我们徐金斗先生和夏芳旭老师联合举办京剧联谊会。啊，我代表陈立家全体社员，欢迎各位来宾的到来，谢谢你们的，是吧？光临啊，我们请徐老师讲几句话好吗？我想，这个今天呢非常高兴，今天是六一儿童节，我们都是老年儿童啊，今天是返老还童，返老还童。那么，请夏芳旭老师这些。戏友吧，啊，夏老师的戏友啊，和我自己一直在玩的戏友，我们等于来一个联欢，天下成派是一家啊，是一家。这个我们越在一起玩越好。希望那个我这里呢是欢迎唱成派的啊，就是钟宇程砚秋先生艺术的同好。到我们这里来玩儿，啊，这是我的意愿，因为我跟夏老师同庆过来的，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的，啊，同意。我介绍一下为什么我跟夏老师啊非常巧合，那巧合，咱们两个呢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，啊，我们都是1930年啊生的，两个都是爱好程派。我非常钦佩他的唱，是吧？钦佩他的唱。那么我跟他合作的机会呢也不多，我们从小就交往了。我们打17岁，那时候我就在夏老师家里玩，然后我们就合作过。那么我跟他合作的资料呢是很少，啊，比较少。那么现在我们老年了，然后我说我们两个应该。在一起多玩玩，多研究研究那个程派啊，程派艺术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一直要请夏芳旭的那个学生，学生吧，我这个写的啊，夏老师的学生，我这里的啊，学友啊，我这里是学友，都是学友。那么我们一起搞个联欢挺好。今后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。我们时间统一，我们能够联合起来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这个活动的场地是更大啊。这里有我们设立的地方，那么大家先来看一下，是吧？感觉到合适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作为我们第一次的互相交流，夏老师讲的，哎呀，谢谢。我们年底要举办彩唱清唱，欢迎，那也欢迎我们夏芳旭老师和他的高主们前来捧场，一起加盟演出，我们欢迎。哇，这里有一个好鼓掌的，鼓掌给是吧？非常高兴，今天能够在此地跟我们这个许先生跟吴学长他们这个。团队咱们一起联欢是个很好的机会，咱们可以互相学习，互相交流，在这个程派的研究方面更进一步。所以这个珍惜这个机会吧，我想也不多说话，现在时间也很有限，希望能够趁今天这个机会呢先见见面，让咱们再互相摸摸底，我们都打成什么程度了。Thank you.